大家好，今天接着上次讲的，还是讲经济全球化与主权重塑。上次呢讲了基本的情况，也就是经济全球化与主权原则的基本情况。今天呢，我们想讲经济全球化对传统主权的挑战。首先，我们要看的是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立法权的挑战。那么当然呢，国家立法权从传统上讲是完全自主、完全独立，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利决定它怎么样立法。